有提词器吗？有啊，有提词器呀。这新闻都他们找的。全军出击！太拘束了，不是太拘束了，太尴尬了，太难受了。混乱将随后而至。头一下，刀锋哪去了？人没了，三分钟了，我挣份钱挺好，挣个屁呀、啊，挣个屁！什么老说钱钱钱的？不要老提钱啊、嗯！这都是义务拍摄，这都是你一级跟我二级打，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升啊？嗯，那 F 键咋不好使了呢？我一直在摁 F， 怎么摁不出来呀、啊？你们有没有听见我键盘声？就我杀完刀锋，我是摁了 F 的，但是它不好使，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？卡了吗？这刀锋怎么从家里边出来的这么快？真的没听见吗？空波线吧？那如果他不来的话？换了呀，那刚买的那能行吗？刚买的，这不是刚买的，刚买的键帽。他说这键盘挺贵的，你这从中路走过来的。六秒有空。A 接 W 溜，双钻一走亮牌。你会被我无限在塔下单杀，小伙子，因为你选了刀锋。本来我想玩刀锋，可是你不让我玩，我没有办法。
回家了。塔前插个眼儿，那刀锋没地方去。哎呀，差点 money 呀、啊，差点钱呢、啊、这。呀、yeah ！哎，我的防御塔！这干啥呀？啥意思啊？那这塔下不又死了吗？来呀、啊！哇哦！点烟为什么没套？最近的键盘确实有点问题哈。省个点盐挺好啊。这还亮牌呢，我这把不死前巨鳄了吗？这不无敌了吗？我给你找到的剑圣，哇哦，哎哎哎！哎，这蓝就不应该给你，我发现了，啊，这蓝 buff 就不应该给。没事，我给你报仇的，我给你上野区找那剑圣的。我先把他跳弹打了，我让这剑圣没地方跑。算了，我直接给他打不得了呀！我说，光霸符。算了，他搁塔下永远都会死，没有关系的。除非他不守塔了，那行。双 buff 永远都会变成我，没关系。铜皮螳螂，铜皮螳螂应该是手滑了，你知道吧？他应该是想升 R， 然后直接升级 R 了，直接进化 R 了，他估计应该是这么个事儿。还行，炮车补了，先回家出可血战斧，出布甲骸。出蟹手，屠杀永不终结。干哈呢？打小龙呢？我们可以往下路走。
哎，不用我们了，螳螂双杀了，给刀锋中路留个眼儿。挺能翻滚的，不过没用。火箭破盾 A， 隔铁弹 A 红路口穿。瑞文居然从这 F 六的地方闪过来了！哎呦天！哎，不闪可能还有点机会。你干啥来了？红怒 Q。正是什么意思？科比没有技能了，我可血战斧，我红怒 Q， 不行了，我们只能直着走了，我一走。我十秒有大，你想好了再追啊！嗯，哎呀，小伙子上当了，给他来个反甲吧，不来反甲，来把黑切。螳螂被下当了。我们可以去红 buff 看一眼。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了。漂亮！哎呦我的红！啊，但我还是有红，那可以接受。他身上有红。你们这高地没人守吗？跟我要圈儿，我不给你秒了，波比。你再打我一下。为什么要野我？为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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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非得野我？为什么？玩家了不起？为什么非得要野我？回家，黑切了，投降了，投的有点突然。为什么不让我玩刀锋？